其实为2011年1月12、13、14上课到今日，我们从来没有休息。过年休一礼拜，出来拢伫上课，从来没有停过。所以有一届吼，中华民国的检方啦，检方就是法院的迄个检察署，内底一挂少年的检察官，甲我咧讲。伊讲讲奇怪啊，台湾人那也叫爱去哩台湾民政府上课。我甲问讲啊奇怪啊，你一个检察官，你乃不爱来上课？我讲其实，到起码为止有真济司法人员、检察官呐、法官来上课，有十几个，即马要一共超17个来上过课。我爱上，我甲伊讲啊，人上过课，你敢唔捌甲问？点点，但是台湾的这马局势有非常大的变化，特别是昨天晚上，今日透早1:36，日本的参议院通过更改日本的和平宪法，诶，美日安保条约的联保法，这是什么物件？本来日本麦克阿瑟去改宪法，1947年的时阵啊。甲改造吼，日本拢未当伸脚出手，记在中国家欺负。中国来讲安怎，伊拢唔敢甲回应。甚至中国已经连要去甲拍日本的本土啊，伊还阁点点。但是即马即个法甲通过以后啊，迄就无简单啊哦。你唔相信？你好大，你中国，你阁甲惹日本试看卖啊？当时日本因为伊有这个法通过，伊买让明正严肃来帮忙我们台湾民政府。最近这个国际事件有几个代志，让咱台湾人吼雄雄觉醒，对这个来第一，连战甲这个郝柏村啊，伊讲，你柯文哲你们是皇民，什么是皇民？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。到今日为止，他都没有道歉，就是讲连战跟郝柏村都没道歉，表示什么代志？我们是华民是对的。1937年的4月初1，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皇民化，咱本来是日本的国民而已，马关条约是挂给日本了后。日本有宣布，你这些台湾人，你若不爱做我日本人的，会使2年内你可以离开。法律叫做思考期、思考期2年。啊，这个2年内，差不多1000几个离开台湾，回去中国，所以99.8%的人讲我愿意留在台湾来做日本人，这是国际法的规定了。在美国也有呢，美国那个也做，那个也做阿拉斯加那当阵没有美国的时阵啊，美国也有宣布阿拉斯加是因为所在太快，通讯不方便，伊给伊3年的时间哦，你去思考，你若要老嘞，我美国人，你老嘞卖离开，啊，若要无爱要回去苏联，你就回去。99.8%，台湾岛的人讲。我愿意来做日本的国民，但你怎样做国民呢？不是做公民哦。所以日本在1895年开始入来台湾，对台湾实施统治。在迄个时候，日本天皇还没有台湾的全部的主权，一直到1905年，就是经过10年啊，台湾未并肩啊，一寡原住民拢甲反抗。讲我不爱，你来雄雄，你日本人来，哦，1895年去当尊啊，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你去看麦啊，内底有很清楚的描述。所以1895年，1905年的时候，日本在台湾召开国际会议，冇邀请美国，美国呢，住伫迄个厦门的参议来台湾开会。开会结论讲，
原住民这个高沙族没有主权，那些人是一个部落啊，所以日本没哪决定，伊就只有派警察加军队加征服。国际法内底无讲渐渐个打败，没有这个打败这个字，打败打赢渐渐法内底无。所以1905年混多久？混10年。所以讲我高沙族原来足厉害。清朝甲日本战争啊，三天就甲解决啦。但是这个高沙族啊，冻十年，冻到1915年，高沙族才全部去征服。国际上的法律啊，叫做慷慨征服。啊，征服以后，这个台湾这个岛的沙文体正式建立，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。啊，但你知影，1922年2月6号。华盛顿有一个裁军协定，这个裁军协定的19条就正式说台湾片哦是属日本天皇的。那当时台湾这个地位已经确定了，所以中国要拿台湾不可能，人家的条约都已经确定在那个地方了，你哪有可能现在要跟他变啊？其实中国他这是强傲的，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你拿出证明嘛，你全世界都说你拿出证明来说台湾是你的一部分，没有啊，自古以来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看以前的地图吗？清朝那当中台湾的地图，来给你看看。清朝的时候，台湾的地图不爱给我们看，我们真的都没看过，你有看吗？这就地图了。以前的清朝的时候，你看，这法国人画的，1735年啊，这台湾看起来像一只一杯糖，跟牛啊啦，台语讲牛啊啦，就是迄个啥，迄个蚕啊，蚕宝宝啦，有成无？足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平奈无去，唔是无去啦，因为正平这土地唔是清朝的啦，是高沙的啦。啊，所以即马什么？即个也做江泽民也好，胡锦涛也好，习近平，尤其是迄个胡锦涛危机，甲习近平唔敢开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摕这个图看到怎样？当时是你的一部分，自古以来就不是啊。所以看到这边是有6个屯垦区，是中国人来吃。所以你也看哈。台湾，有台湾人是中国来 ？No， 好笑的。你捌听过一句话讲吼，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，有无？古早来台湾，迄要经过台湾海峡，无遐简单呢。来当是查甫的，啊来查甫若要娶某要安怎？甲当地嘛，平埔族啦。所以咱若去宴会。90%以上拢是原住民，中国的血统占一半2%。我甲恁讲几个习惯，互恁听，恁厝拢捌嫁娶有无？啊，嫁娶的时阵，迄个新娘桌，啥物人坐新娘桌？迄大位上，无久对，这是平埔族的风俗。中国人无迄种诶，中国人结婚你也看啥物蘑菇，无你啥物啥物蘑菇啦。啊，过来，有一天啦，你的老母还是你的妈妈过亲戚，要封灯，以前啥物人若无爱看，你别怎个封灯，啥物人？蘑菇，蘑菇若无看讲，这毋是互恁苦毒死诶，你别怎个封灯，这平埔族、平埔族的风俗。我一关一点上较重要。过年的时阵，你妈妈拢伫灶脚底拜拜什么物件？伫土脚底拜拜啥？地基主。地基主什么物件？你只台湾人啊，年纪嘛有一寡，拢唔知什么叫地基主。地基主就是恁家的土地公啦，厝内底咧甲你保庇的土地公啦，地基主啦。地基主这个。地基主这个名是为谁来？平埔族来。这个风俗
干那咱台湾人有呢，中国没有啦。所以咱一旦跟你讲，咱是确确实实100%的本土台湾人。我上课常咧讲一个例啦，咱台湾人去学迄个中国人的教育吼，拢已经骗甲糊糊糊去啊。我跟你讲一个足简单嘞，恁的户口填本，恁拢有去查，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嬷出世伫交河，伫大正，交河大正什么意思？日本嘛，日本帝国的时阵，有交河的皇帝，还有大正的皇帝，对不对？恁捌饲过猫，饲过狗嘛，对吧？嘛捌饲过猪嘛，狗。甲狗生啥？哎、欸，这个爱想呢吼，生狗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对，一家去，对一家去，对啊，你拢知影。狗呐，大汉叫啥？嘛是叫狗啊。狗呐，死去叫啥？死狗啊，对不对？猫嘛同款啊，猫甲猫生出来一定啥？未，伊敢未讲吼，恁家的猫生一只猪？会不？会不？不可能嘛！猫大汉嘛是叫做猫，死去叫死猫。来，美国人甲美国人是啥？美国人嘛，啊，这敢就要想。日本人甲日本人是啥？日本人嘛。中国人甲中国人是啥？啊，那台湾人甲台湾人生一个中国人。欸、您爱笑，您自己去看，您就是这样啊，咱就是这样啊。欸，生生初中一年给我们那张身份证叫做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表示假的嘛，那是自己拗拗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听有无？这个解释不一定很适当，但是、哦、这个解释足明确。咱绝对不是中国人，这100%。所以后摆啊，讲恁是中国人，恁是中国人啊，你肯阿吐？用我迄个故事，因就知道，因就向阳迄种有理。所以李登辉讲，李登辉讲哦，本土台湾人的祖国是啥？日本。哇，即摆咧政论节目啥咧乌白吐啊呢？哦，啊，伊是日本人。啊！落尾伊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所以伊竟然变成中华民国人。啊！你看到鬼？李登辉生出来是日本人，做总统的时阵嘛是啥？日本人啊！虽然伊是中华民国总统，但伊是日本人啊。有一天伊若死去，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啊！有简单无？足简单个啊！张志伫那个报纸，弄一个台湾的查某去联合国。在中华民国护照，人联合国的迄个议员甲讲 ：“No， 我们不承认这个，你回去。”中华民国外交部随个打电话讲吼，伊咧抗议啦，伊讲你不要抗议，你若摕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我就让你进去。爱戆腿的中华民国迄戆腿的，全摕出来摕啥？中华民国身份证。联合国甲讲。这四个字你看不懂啊，中华民国回去啊，咱的成员，咱台湾民进会成员，提咱的身份证，台湾政府身份证，我们可以进去。我跟遐个检察官吼，我只跟你讲的时候，伊拢惊一条呢。我讲你应该看得懂，报纸写个遮清楚，台湾政府所发行的身份证才可以参观我联合国。咱真正去个饲乌龟啊！咱咧请咱个新闻人去关岛，唔免 passport 哦，会当过啊！咱一旦开始发行旅行证件，啊，长迄个戆囡仔，迄戆囡仔我知影，伊是因阿公逼伊来啦，逼来读，伊讲你去读迄个啊，做台湾的历史。其实哦，顶礼拜有一个美国囡仔，你看到怎迄美国人，因为。老母是美国人啊，老爸是啊，不，老母是台湾人啊，老爸是美国人啊，生个美国人，迄、那个面就是美国人的面啊，大家拢足好奇甲看啊，伊也讲，伊也讲几句，
一台南人讲几句的迄个北京语，还佫讲几句的台语。啊，当然英语讲啊真好，伊是美国籍。啊，所以我甲讲，啊，你的美国籍，美国籍为台来，你知无？你讲人才，我你来这说到我甲你教，有国籍的人，参无国籍的人结婚，你那是啥？你那是有国籍无国籍？有国籍。所以美国人甲台湾人结婚，囝是啥？美国籍。同款的代志，台湾人甲越南的查某结婚，囝是啥？越南。啊，这中华民国就要死的呢。哦，你越南查某若要嫁我台湾人，你越南的迄个国籍爱取消，啊，真正戆戆甲取消。啊，若讲婚姻幸福就好，啊，万一婚姻不幸福离婚，系啦，这查某煞袂当回去。是啊，伊是没有国籍的人。啊，即马越南政府知影，越南讲，啊，你取消，啊，你台湾就无国籍，你叫人放弃国籍，所以伊嘛修改，就是越南人袂当放弃国籍。人即个在人日本人老老早早就知影，就是日本的查甫查某要和咱台湾人结婚啊，政府会讲你不准放弃日本国籍，因为台湾的无国籍。咱拢唔知啊，中华民国拢无甲你讲啊。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越来越明，法律的越来越清楚。所以2011年到今天你上课，是怎样官方都不跟你干涉？我所谓官方就是台湾当局啦，法官也不跟你干涉，检察官也不跟你干涉，警察也不跟你干涉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要跟你干涉，老早我先抓一死的，奇怪，我怎么都没抓一死？台湾是很简单的嘛，咱是完全依照国际法，希拉蕊嘛替咱讲话，克林顿迄个奥巴马替咱讲话，这个团体是按照国际法去进行，你不能碰它，是安尼来啊。啊，即摆咱的警卫啥，爱甲咱大家台湾人讲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国籍？咱现主是无国籍，没有错，在里边烦恼，咱即摆已经过美国，甲过中华民国。那中华民国，因即马提出来的理由根本就无理由。咱过中华民国，你昨我互你看迄张1946年1月12号迄张文公文啦。但这张公文你不要看，你以前嘛看无。我国国民，这个我国是甚物？我国啊，咱是日本时代大政，也是迄个昭和出世的老爸老母啦，阿公阿嬷啦。日本人啊，日本人跟日本人，我头先甲你讲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生啥？日本人啊，这没有什么他怀疑的。你是住伫台湾，所以你讲你台湾人。啊，那你讲就讲日本人的台湾人，受敌人侵略，敌人是啥？日本人侵略你吗？咱是日本人，没拿日本人来侵略，那是日本人。伊讲伊侵略中国，来国讲这个侵略中国，这无甲你讲个清楚袂使，因为这中华民国这乌白片，你敢知影？1941年12月初九，咱的课本甲咱写讲，蒋介石徛伫北面顶馆向日本宣战，10万青年10万军，会记哩无？记，先讲记，我互你看一个物件。不是中华民国，是国民政府对日宣战。国民政府，它叫做中华民国，不是呢？那当阵呢，中国内底有三个中华民国，不是有三个中国啦。一个叫做国民政府，在四川呐。搁一个在倒，在南京。是啥物人？你知无？那个叫做汪精卫。汪精卫迄个是正港的中华民国，汪精卫是中华民国，同时中华民国对美国、对英国宣战，是中华民国对美国、对英国宣战呢。啊，搁一个中国是啥？伫延安，毛泽东迄个。所以，那要讲起三个中国，啊，那这个宣战呢、哦？含国际法内底宣战的声明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美国、日本都还无承认，我不承认。所以后尾啊，中华民国无去签迄、那个
迄、那个叫做马关诶，迄、欸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嘛，无去签迄、那个投降书有签，但是旧金山和平条无签。安怎讲？说甲讲，啊，你都无参战啊？啊，迄当阵啥物人选战呢？你看这个人，主席，这叫蒋介石。你不要讲我胡白讲呀，这明明叫林森啊，跟我蒋介石。所以蒋介石有没有宣战？无啊，我去证明给你看。蒋介石那当中，他的名标在摆在后边。他叫啥？他做啥？行政院院长。你看，咱的课本拢记。啊，台湾建书，1945年10月25日。我们怎么有光复？打败仗怎么光复？来，再回来那张。国民政府，来，来你看啊、哦，丧失国籍，过来。战争法有规定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蒋介石来，未当将咱的国籍给咱改变，未当给咱改变咱的语言。叫你讲，你袂当讲台语，迄上啥物人做诶？宋楚瑜啦，他不可以诶，国际法规，因为这个话语哈，嘛是一种诶 title 诶标识，一种诶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咱拢叫废去啦，咱就受遐教育以后吼，台湾人都未晓收去啊。上之国土重光，怎么重光？我们打败仗，让它重光。其原有我国籍人士，我们本来就没有中国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啊，可以恢复，一律恢复。本来都无中华民国国籍，变哪恢复？所以就是这个命令，将咱所有的人，一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咱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。取消，啊，用中华民国国籍，所以迄当阵美国甲英国有三摆白皮书抗议，因为这个时阵1945年的时阵呐，嘛，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咧，嘛无人讲台湾要交互你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甲你宣布讲你的国籍改变。咱即马咧过中华民国就过这点，啊！中华民国伊安怎讲呢？足未见啥？伊讲吼，我甲改变以后，台湾人都无抗议。哎、欸，讲这是什么东东啊？你用228甲我抬，用白色恐怖甲我抬，甲我来关，我免哪敢讲话，对不对？伫迄时阵，我问咧，恁敢敢讲话？恁厝的老爸老母甲你讲一句话无？边哎边哎，伊讲吼，政治唔贪贪有无？我来甲你讲吧，228台死偌济人，你要看卖啊？228迄当阵台湾的人口600万，啊死偌济？到今日为止，无人敢讲，无人讲，民进党即阵，民进党嘛是假的啦，他也搞不清楚啦。我讲一个例，互你听。1947年的2月28日发生，对不对？迄张大龙罗龙点去，啊，经过15年，新议会一新议员，甲新议会一警政署提出来，请问日本时代这个户口的制度这么好，啊，到底户口普查，台湾有偌济人，伊安那答复呢？我普查的结果，有户口无迄个人的有126000。然后126000去南洋作战，去中国作战的，即马伫靖国神社的神主牌啊，有39100名，互你扣掉，嘛要70000呢。所以我初步的估计，228应该是死伫70000人左右，600000人死70000人，迄比例足惊人嘞，100死一个呢。我会记得阮阿嬷，我相信恁话拢同款啦。恁阿公阿嬷，尤其是阿公阿嬷，迄当阵生的囡仔拢缩侪，
一个家庭那么生十几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就遐600万的人拢受影响，大惊嘛惊死，夭寿我俩一台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遮尼苦，伫法院甲咱回答讲哦，六年来台湾人拢点点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已经放弃啊，要做我中国人。你有放弃的举手？啊，你无放弃的举手？无举手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只拢在跟你翕相哦。你若无放弃，中华民国甲美国爱赔你。咱过以后啊，夫人伫3月12日伫美国开记者会。喺记者会，迄个夫人讲的遐话哦，感动遐记者，法官嘛足感动的，叫法官叫中华民国的律师、美国的律师、台湾民众的律师来，四个开会，法官甲你讲啊，因为我唔知道你台湾人哦，受了这么悲惨的人权破坏，问咱的律师讲，啊，你要要求赔偿无？你要要求赔偿吗？在座你要要求的举手。哎，他都要举，无举手的哪会当举？要赔偿就要举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律师跟我讲，你唔通甲法官讲要赔偌济，你都要写讲让法官去做决定。我跟你讲一个咧，迄法官哪判咧？美国的夏威夷有一个叫做 Burger King 汉堡王。一个黑人去吃汉堡，那头前的柜台就坐了，六点。服务生就跟他说，欸，你黑人啊，不能坐这里，你要坐那个窗户旁边。咱听起来没声嘛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个为人有预定的衫，不能坐嘛。那黑人也很巧，点点去那坐。Burger King，那个汉堡上他吃完回去，马上去告。各项种族歧视，伤害他的人权。啊，赔偌济？你怎知影？你绝对不想袂到啊！2亿美金。啊，你讲啊，遐济钱咩喏？什么人赔？保险公司赔。咱这边律师冇来嘛，直接你讲啊。伊讲，甲咱大家讲吼，法官有讲。你台湾人会当要求人权赔偿，咱普通是拢无咧拍手，敢若听到讲赔偿，大拢个拍破。哎呦，就是嘛，就爱，感觉就爱笑的。当然啦吼，我初步估计哦，那个数字会很惊人呐、啊。你做梦都无想到的啦，会赔咱的迄个数字啦。当然，我无希望讲恁是因为要赔款你才来呢。你在这上课哦，大部分有几啊种的心态啦。第一种就是讲啊，我真正爱台湾，我要来上课，甚至我有机会，我要做台湾民众的官员。哦，你来参加，这是一种啦。另外一种就是，爸阿母啊、阿公阿妈给你逼来，你少年囡仔，你不要去听台湾的书，你去创啥？我给你出钱啦，去啦。坦白讲，这种的人嘛还不少。我嘛看真济吼，来是安尼脆弱面土安尼来上课。啊，即马上上诶，即马一个研究类哇，比啥物人更加先进。咱即马遐少年呢，拢已经起来做滚绣啦。因为少年啊，他们好像读册拢较紧啊，考迄个滚绣的考试吼，很快就会通过。啊，即马滚绣考试通过吼。人都会给他问啊，问说，欸，啊，对一个是怎样，啊，我都给他回答，不可以用笑啊。他说，哦，来跟我秘书长，我特别说，我考条滚绣啊，他比别人更加认真，考条你也再去读书，真多。啊，还一种就是，哦，听他说，台湾民众上来高级班可以做官，我来试看看啊。为着做官来遮上课嘛，袂少。啊，佫一种是中华民国的调查局、国安局、警察、法官，
是讲诶，这个组织是不是叛乱组织？啊，今天你报名来上课呢？啊，上上的你要安怎讲？有一个讲员叫做趣味的上课了，啊嘛，伫我伫个嘉宾嘉宾厅啊，摕个拍手啊看。哎、欸，秘书长，我是讲员叫的，我讲哦，我看多了啦，我哦，你收起来啦。我这种的看足多，你我看就别痛呀。我是提公费来这读的呢。我讲你读了干嘛呢？你讲的有道理。我回去哈、哦，要甲遐国安局职员讲，拢总爱来上。调查局嘛呢啊，警察嘛呢啊，军人嘛呢啊。咱的中央办公室有几个是现役的军人，当然拄拄啊退伍啦。伊吼，伊讲啊，我甘愿，我会当来你中央办公室服务，啊，我甘愿，我爱做军人，要退伍，我当然可以啊。所以我互恁大家知吼，恁来遮去读是读法律，你若无心甘情愿来读，你读无啦。七十年奴化教育，你台湾人我都觉醒吗？所以咱迄个囡仔甲我问讲，啊，这四千个娘娘敢有法度？我甲你讲，你听我讲，100%有法度。咱免用军队，我袂讲来一人分一支刀、一支枪，互你冲啊！你去死，我绝对袂叫你，你嘛无爱死，要死的要牺牲的野手，无嘛。所以可见吼，外口你讲吼，我为了台湾，我肯牺牲，迄种假。嘿，那用钱买的哦，拢死个滴滴滴啦。所以呢，咱大家爱足清楚的了解一点：台湾不是用武力会当去解决的，台湾用法律才会当解决。法律这个物件比啥物较重要，法律的物件比军队较厉害。你看，咱用法律，美国就乖乖来给咱报告，美国就乖乖来给咱讲。美国要怎么做？你讲法律有厉害不？希拉蕊迄个安倍派人来跟咱讲，讲迄个宪法要改，要甲通过。你看，法理会给你。为今日开始，台湾的地位，台湾人的前途，伫法律两字尔尔。你免读什么册，《新台湾论》，你敢为头敢买？看几下摆，你就会晓。当然，你拄啊开始看《新台湾论》啊，你会困去。有人讲暗时也无多困，困看新台湾论》就好。讲起蛮有理呢，因为吼、哦、里面有一点枯燥。啊，咱班长吼、哦，伊拢会甲恁教讲为第几页开始看，因为第几页我话是写历史的故事迄类的，迄较好看。啊，但你倒倒看，倒倒看吼、哦，你就会越来越有兴趣，要知影台湾的法律。安尼好唔好？明仔载继续上课。